时光，在文明复苏的浪潮中重建你的工坊。是穿越或是梦境，当你踏入一个远在文明边缘的新大陆时，崭新的生存体验开始了。你将继承一座工坊，作为主人，为了生存和壮大，从伐木挖矿开始积累财富吧。当然，你还会遇到许多有趣的伙伴，一起创造美妙回忆吧。如此梦境般的故事，等待着你来经历。波西亚时光手游版即将于2020年内在 TapTap 独家上线。